北京时间8月8日，火箭8连续迎来两大喜讯。此前安东尼口头承诺加盟休斯顿，现在又有人也想来加入他们了。今日修成名记 Calico 报道，目前有两支球队都对贝兹莫尔感兴趣，除了火箭之外还有雄鹿，双方同样进行了初步谈判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贝兹莫尔虽然喜欢亚特兰大，不过他本人很愿意加盟休斯顿和密尔沃基中的一个，贝兹莫尔希望争冠。另外对于火箭和雄鹿的主帅他也都很了解，所以他想要加入他们。Kent loves Atlanta, but would be open to a move to Humil. 贝兹莫尔上赛季场均 12.9 分 ,38 板 3.5 助 1.5 抢断，还有 29+3 和 19+6+7 的发挥。他曾是勇士球员，也一直是联盟里出色的二三号位全能球员，并且防守能力非常出色。火箭如果能用安德森得到他，修成的替补得分能力还会继续增强，也多了一个持球点。他们的阵容比起来甚至比勇士还深厚。NOXV